我今日聽完之後就平靜隻手，又覺得鬆啲啊，又要主耶穌啊咁樣，之後又平靜。嗱，呢一陣唔好笑住聽我講先啊。鬆啲之後咧，就突然間咧就好想笑咁樣咯。之前我都知咩叫喜樂嘅頂衝滿嘅，因為我見到其他人試過啊嘛，之後我今日第一次咁樣經歷，我覺得好奇妙，笑完好放鬆。 好開心咁。同埋你發覺係咪湧流嘅？即係佢自己一路出嘅，自己一路出嘅。係啊。好啦，諗住耶穌就想笑。嗱，你試下咁啊，喺個心而家試下做，喺個心湧出嚟。啊！你試下，你試下，喺個心湧出嚟。放啲，喺個應該喺個呢度，喺呢個位置啊，湧出嚟。啊！ 試下，又諗住即係好似咧，係諗住耶穌將啲重擔吹出嚟咁樣。啊！嗱，可以跟住繼續再做，就啲心湧出嚟就可以再做。你試下再繼續啊，繼續。主耶穌，主耶穌，主耶穌，起落。主耶穌，主耶穌。 你可唔可以講講？當你一叫嗰陣時，嗰個分別喺邊度？叫主耶穌嘅時候，那個分別就係咧，控制唔到咁樣笑出嚟咯。嗱，另外一方法喺你裡面呼叫出嚟。啊！喺裡面，喺埋啊，喺裡面，喺你叫出嚟。係啊，主耶穌，主耶穌，唔好理其他人嘅目光先最好。你哋唔好。 冇目光啊！呼叫穿出嚟，主耶穌，我未叫到一半都想笑啦。嗱，我想講講，可能有啲人咧，可能有時有啲擔心嘅死啦，會唔會變咗傻佬啊、傻婆啊？我想話咧，係絕對可以控制到嘅。譬如我自己個隨時可以有，隨時冇。但係佢益處係咩咧？隨時可以聖靈充滿，隨時有聖靈恩膏，同埋咧係。 可以帶嚟醫治、釋放，即係身體嘅疾病同埋心靈嘅疾病，全部都可以帶嚟釋放，並且係可以有傳遞嘅。嗱，我而家試下啦，你就被動，你被動，哈嘛？哈嘛？哦，哈利路亞，哦，耶穌，耶穌，耶穌。 我冇笑喎，我冇笑，我就喺度啊！其實咧，佢有一個反應，聖靈有時做嘅功咧係會有啲唔同嘅。你見到佢眉一路戚上去嘅，聖靈有時佢做一啲人會眼震啦。同埋佢喜樂，你可唔可以形容喺你裏面嗰種感受啊？即係同埋個好想笑停咁樣咯，即係個嘴唇係咁想。 即係笑住咁樣，喺裏面湧出嚟啊，係咪？你想分享啊？你今日好似有啲唔到啊！你過嚟分享下啦。傳咗俾佢，佢一路都有啦，不過佢今日又加咗。係啊，跟住有第三次，因為對上嗰次咧，係喺葉牧師嗰度。 我未試過咁跳，係停唔到，即係喺裏面湧出嚟，係笑到好開心。大家聽嘅時候一路祈禱喎，唔好停留，閉埋眼，離開咗呢個停留呢個狀況，閉埋眼聽，閉埋眼聽。係你講啊，你講，你形容下出嚟啊！ 笑到肚痛啊！其實咧，我第一次咧係喺一個好大嘅聚會裡面咁咧，牧師叫我哋，在場幾百人咧，有十幾個又係咁笑咧，就拖住手啦，跟住。
要點就係，如果有人保持咧，係可以以後期親到都可以喜樂，但係隨時可以控制。個要點係啊，唔係失控嘅，係可以控制。而家戴住恩膏啊，即係有啲人有重擔，佢都會釋放。嗱，點解先點解會聖靈忽然間咁樣工作咧？就係當我哋一齊集體投入，同埋發覺係咪好唔同啊？原來神嘅工作係可以咁奇妙，當人去親近佢嘅神，神可以觸摸咁奇妙。